今天吃点啥呢？蟹黄面 ，yes， 蟹奶们，蟹奶们，蟹黄面太好吃了。啥？你没吃过？那我现在就去替你们体验一下哈。谢谢。OK， 点了一份面，两份蟹黄，一个蟹黄小笼包，还有个饮料。咱们这样吧，先来个前菜吧，蟹黄小笼包。这么长时间还要这儿。爆籽了，一口一个，每一颗小包子都是满满的蟹黄。着急吃那面，这是另一份蟹黄，再撒点小葱花。废话不多说，走。蟹黄包裹着每个面条，简直爱我爱的盐。太香了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才发现我掉了一块在砧盘上，感觉蟹黄比面还多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美克星。你看，还剩多少蟹黄？你们要不要吃？用勺吃太爽了，差点忘了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你们知道吗？这奇妙的味道，光味了。今天总共花了123.9元，明天吃点啥呢？快去点菜吧。